哎呦我的妈！啊！早就猜到了你会这么做，今天就给你来个计中计。老公，我们吃饭呀！来了来了！哎，选哪个？又选？选一个吧。我选这个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嗯，不对呀、啊，咋了？怎么这么多鸡蛋？你做的饭我哪知道？就先配合你一下。你里边有啥？我先吃你的，你吃完我再吃，我怕你跟我抢。我先吃馒头。等一下，你就吃空盘子吧。来，老公，这来酱拌面条，可香了！来来，多放点，多放点。你给我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！哎，老公，没辣酱了，再去拿一把。你去。拿呀，不是就在你那儿吗？我已经拿过来了。好。真香，哎呀！嗯，真香。这辣酱滚馒头，太香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哎，老公，你知道吗？咱家辣酱就是说蘸着肉。肯定香，那肯定好吃啊！哎呀，一会儿你去买点肉啊！好戏开场了，蘸个肉特别香。让你天天气我，今天给你加点料。老公吃饭了，来了来了。嗯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，这能吃饱吗？这个今天我就吃两个鸡蛋，给都给你。这你别笑，这也吃不饱。这早饭啊，真香。哎呀，真香。嗯，喝点粥，吃点小咸菜，还真不错啊。这海带丝营养价值多高啊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哎，老婆，那是啥？你看，啊、哎呦我的妈！啥？吃饭呀！来了，吃饭没这些，脑袋有问题。啊！你干嘛？给我留个盘啊！给我！你都吃了，我吃啥呀？你这么胖了，你还吃啥？你给我等着，今天看谁笑到最后。哼。嗯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
还没吃完呢。这是啥？吃你的面条吧，这是我的。他这里面有肉吧？来来，我都给你拌好了，来来来。我不吃。来来来吧，来吧。那你一会儿再吃，一会儿我吃完咱俩一块吃。行，好。这辣酱拌面条确实好吃。嗯，真香。等他吃完面条，这肉串就都是我的了。又骗我！你给我吧，给你。到嘴边的肉你都不吃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好戏开场了。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这进口的还咋吃啊？我的，这饺子真不错。真香，哎呀。你呀、啊，我一个，你呢，我一个，你一个，大哥，懵了吧？